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Chili， 今天会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面前这款 LV。 大家先看看它的外形，是不是有少少似饺子呢？它是一个旅行袋来的，所以它做了个旅行的 tag 和角锁，里面呢都有个可以 name tag 写名的位置的，就是仿制这个旅行用的行李包。咁佢有条可拆卸式嘅调节式肩带，阵间会示范俾大家睇睇。咁先同大家睇睇佢嘅外形啦。咁佢用咗全牛皮制造嘅。咁啊，佢呢个系一个 LV 大嘅 logo 压花啦。虽然全牛皮制造啦，但系都好轻身嘅。配翻个金锁同埋金嘅拉链，令到颜色更加突出。大家入面看看下，咁佢入边咧个间隔咧大致上分为三格嘅，咁有前面呢个侧格啦，都放到非常之多嘢嘅，中间嘅内格咧都有两个内贴袋，长银包自然冇问题啦，仲可以放到短嘅束骨遮。格数非常之充足，亦都可以放到好多嘢嘅。全牛皮制，但系好轻身，示范一下，斜咩或者侧咩俾大家睇睇。条肩带咧比较长，可以适合唔同高度嘅女士，亦都可以调节式嘅。襯裙款的話，亦都可以是手挽的，比較斯文一點，上班都可以，非常之容易配搭，尤其是黑色這個顏色非常之百搭，裡面雖然撞了個紅色，但是做回鏡皮令到毫無違和感，撞回金扣，很適合上班或者去家用的。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手袋，可以来回尖沙咀名人站门市找我购买，也可以下载 APP 网上购买。多谢大家今天收看，拜拜。